各时空的先知给你的讯息，许多尚未回复，要现在回吗？我都有看哦，准备演唱会很忙，现在才有空来一一回复。来吧，第一封，培根，谢谢你用一场场的活动照片记录着我的成长，也很荣幸能陪伴你长大、懂事、恋爱还成家。不过怎么会有人写十年情书？情书竟然提到跌倒体质的事，很不浪漫呢。培根，你真的什么都拍，我看到这张代言汽水活动的照片，真的是惊呆我了。